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，有的你没有给他去参观一点人家的菜园啊、果园啊，觉得他们没有参加，他看到爸爸买这个东西，这妈妈煮菜，以为是从巴萨买来的，这样简单。最好是小孩子给他们来花园看啊、菜园看啊，他们知道我这个菜。 这个菜是这样种啊，就买菜来吃了这样。我的名字叫林进忠，今年74岁。这个花园里面，我们有5左右的人在帮忙一起合作做这个花园，给人家的感觉说来参观，我们要环保。 这是我的材料，是用马桶啦，人家丢掉的啦，种花啦，还有就是那个树啦，人家砍树了，哪来的用那的树皮啦，全部可以的。我觉得环保重要，就是说现在的世界在变了，很多国家发生那个水灾啦，那个什么东西都发生的，我们应该要有环保，可以给我们的下一代子孙会好一点。